然后要触到外面去。它到这里就会跑很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OK， 门关住了。哦，这边有东西。OK。哦哦，哇哇。哦哦，哇哇哇。然后呢？哦，它掉下去了，我没有掉下去。再见了。原来如此，给我冷静一下。那个东西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？它从这么高掉下去。